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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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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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o, udas pipi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就这样吧。我念让你迷上。哦，什么？我念让你迷上。不打是比一比。差不多。
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的，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都还没开始上课。没有，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所以我们昨天有七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可能我们基地，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七八十岁的还有人在吗？七八十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阿妈，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关机。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就这样吗？你让我有面上。你让我有面上。不打是比比。等一下，等一下。
太阳名字叫余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二村。哪个国小？二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来呗，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问你敢不敢再说个人的你爱我，想要这样为爱习惯，到底你会怎么想？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瓦和煤燃了干尸木，一束路管子够那大路安安。路基数那奴婢，一束瓜啦，一束瓜啦，一束碧流呼吸不那安安。一大瓦阿尼嘎阿皮和佛路，只有那古瓦都告诉娃娃，他的心很暗，你爱你妈妈，是不是玫瑰如何流流泪，他哭那哭娃娃都告诉娃娃。当他的那爱我让他的浪子里古生啊，白羊吉勒拉伊达呀，古生啊，白羊吉勒拉伊达呀，伊妈白羊吉勒，伊叔叔外白羊吉勒。不不来一书阿书言把他把样给嘞老黑本阿善怎么落幕我要换把油的马路是个浪古人我那啥有书我那啥有书花书发问我那啥有母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大家一样以后Yeah.
比。几年级？六年级。几岁？12岁。12岁哈，念哪个国小？国爱国小。我念一下哈，你要听清楚。好。台中市和平区。哎。博爱里。你是博爱里的什么部落？什么？松鹤部落。松鹤部落。很多五叶松，很多鹤。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五叶松，还有很多鹤，不是鹤吗？五叶松哦，那你哪一组？我按泰鲁格族。哦，你有泰鲁格族血统。你的爸爸是哪一族？爸爸是泰雅族，妈妈是泰鲁格。妈妈是哪边的德鲁古？花莲啊。花莲秀林乡还万荣乡？秀林乡。秀林乡什么村？甲湾村。哎，你国语名字叫什么？讲一次。孙少军。孙少军。那个很少的少吗？不是，少是那个哦，很难的，真的很难。一个召唤兽，那个召唤的一个刀，在一个口，在一个啵啵啵啵的枝。哦，介绍的少吗？不是。不是，那你是不是你们部落里面最帅的、啊？是吗？爸爸是哪边的达样？这边博爱里。博爱里的哈、哦，台中市和平区博爱里。Yes。那妈妈是花莲万秀林乡景美村嘉湾部落哈。对、啊，没有错，没有错。那个，你天生这么活泼吗？没错。Thank you.
师兄问一下，待会你要练舞哈，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林浩轩。林浩轩哈，水告号。嗯。水告号。对。车干轩。对。几岁？十二。十二岁哈，几年级升几年级？五升六。五升六哈，爸妈是哪一组？爸爸是卑南族，妈妈是泰雅族。
兴就好了。大光大门的水楼高的森林梯给那亚巴达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无言Thank you.
鸡飞狗跳，鸡怎么讲？大就那么难了。飞，拉嘎狗，好硬跳，好棒！怎么会问这个？好，那个不是我让小朋友学单字。哦，红男绿女怎么讲？红怎么讲？嘎啦，男生，玫瑰，绿色，大色，女生，美丽，好。吴宗宪有一首歌《屋顶》，屋顶怎么讲台话？屋顶哦，拉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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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拉木。那月经怎么讲？那是血，拉木，拉木，拉木是血，拉木是那个很像，哎，有一点像，发音像，那个拉有一点像。你不能是讲月经说血，血是拉木，拉木，拉木跟拉木不一样。你再发音一次，拉木屋顶，拉木。拉姆哦，拉姆，拉姆。那月经呢？瓦汉，月经是瓦汉。好，瓦汉。保险套的话，只要太阳话，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是嘎巴，嘎巴。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嘎巴是袋子，是不是？还是？就是那个，就是稍，就是类似袋子啊，类似那个意思。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套嘛，哈。那太阳话怎么翻最贴切？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怎么形容会大家觉得说哇，这形容很棒。撒入乌达斯卡巴。撒入乌达斯卡巴。撒入是什么？撒入是包。乌达斯是你的那个嘛？男生的器官阳具嘛。卡巴就是那个套子。撒入乌达斯卡巴。撒入啊。对，应该是。撒入。好，那个。叫乌达斯那个喽，也要讲哦。可以啊，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沙布嘎巴乌达斯玛姆。好，对。那个我们常吃那个热狗哈，照字面翻热怎么讲？鸡肉。狗。好，现在是。香肠怎么翻？很像是，熟干巴嘞。那个大肠呢 ？Yes。熟干巴嘞 ，yes。啊，熟干巴嘞 ，yes。对，熟干巴嘞 ，yes。辣妹，很辣怎么讲？很辣。很辣。没热巴嘞，那个妹妹怎么讲？所以跟 lady， 那个谢金燕那个姐姐怎么讲？唱歌。苏燕跟 lady。我们玩那个扑克牌哈，大老二要怎么翻？我包大师。胸罩怎么讲？啊不，奶嘴帮我照字面翻，奶怎么讲？不，嘴巴。瓜。卫生棉要怎么讲？如果讲吸血的布要怎么讲？小没有，大棒小大木。尿布呢？尿尿怎么讲？布的木。蝙蝠怎么讲？小兵。好，那个小兵人怎么讲？狐狸。假兵是蝙蝠侠可以翻假兵是狐狸吗？啊，对对，可以哈。超人哈，那个超级。超人。那人怎么？狐狸。好吧，是狗粮。狗粮是人嘛？哦，超人。乌鸦怎么讲？甲公。那乌鸦嘴怎么讲？甲公瓜。排骨怎么讲？公尼。那鸡排呢？鸡就是鸡嘛。那大公尼，那大公尼哈。那个腿怎么讲？母鸡。啊？母鸡。母鸡有一腿怎么讲？马蹄骨头母鸡。Bye.
我喊妈妈。